春眠不觉晓，萌宝到处跑。Hello，我是萌宝呀。嘿，我刚才看见了什么？咱就当啥也没看见哈。今天呢，我要拽着我的妹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。那么旁边那个小男孩一定是我弟弟了。嘿嘿，先把他拽走。嘿嘿，乖小孩喽。对面是警局。嘿嘿，不管，反正是我自己的妹妹，这也不算拐哈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呢要带她来看看我的宿舍，就是我自己建的一个宿舍，这是要住校，所以我带着妹妹一起住校。来，走你，看，就是在这里。往上走，好像哪里不太对，好吧，忘记放了。咦，好的，现在就可以了。啪，这上面有个牌子，301，这个是萌宝的宿舍，嘿嘿。然后这里呢是冰箱，这是厨房，然后这里呢煮了一锅汤，可以放下了。好的，嘿嘿，然后，这里就是卧室啦。我坐的是一个双人床，看可以坐在这上面，然后呢也可以躺在上面。咦，你看是不是很好玩？这是上面的这个床，然后这里，好像看过了。嘿，这里，看。这呢，这个是卫生间，这里有浴室，还有浴缸，可以坐在这里面洗头发、洗澡。但是这里没有换衣服的圈圈，要到别的地方去换一下。这个就是洗衣机、洗手台，然后卫生纸和马桶，对吧？然后底下呢，就是通往这下面表演的地方。是一个舞台，我拿一个玻璃门给它隔起来了，然后这里就是我的宿舍，对吧？这里放有电脑，还有电视、空调，这样呢，妹妹也可以在这里好好的住着，嘿嘿。这里呢，直接可以看他们表演跳舞，然后再往前走，这里就是可以打乒乓球的地方。虽然妹妹好像还是不会打乒乓球吧，但是我会教她的。然后你看下楼，直接就是他们演出的舞台了，是不是很好玩？嘿嘿。现在呢，我把弟弟拽过来了。来，这个是我弟弟，来，让他给你们露一手。来，弹琴，嘿嘿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嘿，今天视频。小花絮，看看新更新的姿势都有什么？咦，这是趴在地上的，嘿嘿。小朋友，这个吗？我好，我是梦。今天在乐康吗？我去的学校。再见，哈哈哈。